主席、各位同仁，大家好。本院委员徐新盈、吕学章等十五人临时提案，有鉴于国防部于新竹县新丰坑子口设置实弹射击场，行之有年，年平均实弹射击天数长达半年以上，长期影响新竹海域海洋渔业之作业，造成渔民谋生困难。原特建请行政院尽速研拟补偿办法，以照顾弱势渔民权益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徐新盈、吕学章等十五人提案作如下决议，函请。